哎呦，是这边是有土皮，不一定的，这边少。啊是啊，啊土皮那边比较多一点。绕着马六甲观光景点机场街，三轮车夫郑天才踩着脚车，左看右瞧，在街道寻找着资源在何处。要去做工的时候哎，踩三轮车喽，东家看到土皮，就说喽，换一个地方喽。啊，这样子才看到东西，又在放旁边喽。等下要放工的时候，一般拿一般走，拿到试试。到我的主屋咯。你在啊，干吗？在疫情防控下，三轮车生意难做，慈济纾困计划及时的帮助，志工除了关心他们，同时也邀约来做环保。每个月都要去见他们一次，然后顺便也关心他们家里嘛。我觉得做环保能够让他们比较开朗一点，至少有一个时间点让他们。大家可以聚一聚，然后互相关心一下，了解一下各自的情况是什么。在那个铁啊，塑料袋啊。在志工的号召下，当中有三位车夫发挥三轮车的功能，到住家附近回收资源，甚至每星期一次到慈济环保点当环保志工。他们放在旁边的都是拿了，拿了回家洗一个一个放肥皂，帮忙他们给他们给穷人啊，他们会帮忙的嘛。反正我得空啊。就那个，就是这种是我们感恩的心的这样子。单纯一念也要回馈去助人的心，三轮车夫做环保爱护大地，生命因此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林慧珠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